毁民平民的时代。朱立伦现在谁敢党内谁敢跟他啰嗦啊？要参选的人没有人敢骂他呀。那些这个龇牙咧嘴的这几天也不敢帮朱立伦呐、啊。嗯，前几天骂傅昆萁的那些人，现在都忘记傅昆萁的存在了。为什么？提名呢？他提完名之后，你敢那么撒野吗？这个资源在党中央手上耶，所以。朱立伦做过党主席，做过总统候选人，他太了解了。在这个情况之